3月4日消息，下午14:06，胡杏儿微博发布一张与男子拥抱的照片，并称我已经找到了。照片中的她满脸笑意，充满甜蜜，疑似公布恋情，但照片中的男子仅有背影，无正面照，真命天子尚需要等待曝光。娱乐新闻为您整理报道。